为什么跟踪我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不认识我？昨天之前的记忆我都没有，仿佛一切都是从今天开始的。他好像是我漫画里的人。是他的前男友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你说。我可以保护你。本儿，你在他这儿啊？你不要走好不好？你们俩在学校得保持距离。又保持距离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其实你是我漫画中的一个角色。杀！还挺仗义啊。擦药吧。你是不是也想把我弄死？以前想过，现在呢？现在也想。我也很害怕，你要保护我。这个电影打拳没毕业呢，孩子都满月了。我喜欢让自己画的反叛。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好像是凭空出现的。沈云溪带着他的羊驼真的来到现实了。你要动了？你们相信我，沈云溪。那学期在那边报道。这长相可以啊，我得好好打听打听。你们有谁喜欢他？给我严肃点。为什么他们在一起会让我有一种愤怒的感觉？沈明熙，不要！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多赔你点钱。跟他的朋友做朋友，这样你们不就都成好朋友？咱们俩有很多地方还很相似的。哎，咱俩算是朋友了吗？沈明熙，这个心机少年。是吧？我从第一次看你，我就觉得你人特好。你要不这样吧，这样信你了。你别对我说动手动脚。不是专业呀、啊！你不是说了没有？闭两天风头，咱俩还假模假样的说什么保持距离？你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。我是被你创造出来的，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只有你。我很清醒的明白，这只是一个求而不得的美梦。哟，来了，这是王阿姨的儿子。